有咁嘅信念，值得去做嘅事。係啊，但我哋而家就係而家我覺得我哋呢啲有咁嘅信念係多咗好多啊！你而家係多呢一次，我哋覺得呢次七一，我哋夜晚呢萬幾人，你收到呢萬幾人，嗰個決心係好大。其實即係收到呢萬幾人係好大嘅，嗰啲係中年人嚟嘅，唔係學生仔嚟。唔係啫，各有各做唔係問題。你哋真係要將呢個信息話翻俾。我收難咧，唔應該出嚟呼籲，咁樣呼籲人。係咯。喂，嗌人哋唔好去嘅，嗌人哋唔好去。有你又叫我哋團結你啲。咁起先嗰陣時咧，就因為七月九號咧就恢復營業啊嘛，咁夾硬通過。咁呢個董建華蠢到咁嘅地步，咁嘅情況點仲要恢復營業？咁啲人為立法會，你不是即係發生暴動都似係咪？你夾硬係咁通過。咁但係咧，因為開會之前咧已經知道政府咧係會收。佢會同佢知道嘅，其實咧佢嗰陣時都係宣布押後嘅啫。咁嗰啲人咧圍住立法會咧，我好感動嘅。咁佢哋好似啲人係喺度保護緊呢個立法會。我揸住熒光棒咧，我哋再。佢哋係要，我覺得係好似我哋去尋默遊行，我哋係要保護住呢一個議會，唔好俾佢變成腐敗。我哋而家咁激烈嘅行動都係保護香港啫嘛。我哋而家咁激烈嘅行動。不是保護人民力量，是保護我們香港這個制度而已。所以我們現在這麼大決心，不是保護你們的議員，是保護我們現在現有的制度而已。所以真的都叫你，如果你真的覺得所以我們絕對支持你的議員，你是我們心目中的民主自由女神，有眼見的。除了你之外，沒有第二個可以代表。我們卡不到第二個了。我們最關心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問題是幾年前的行為，現在是我們逼你行，以前就是你們催逼我們，現在是我們逼你們的人要出，我們現在逼你們的議員要你出來行。反高鐵不是這樣，但是現在他們的議員還以為他們領導我們調轉了，這個世界是我們要你幫我怎麼做，不是你們想幫我們怎麼做。好的，我長良心，而家係我哋要逼你哋點做，唔係幫我哋，仲係幫個香港嘅制度做。為民主出力，好，切換咗法，為我哋嘅尊嚴，唔好講民主揸唔到，為我嘅尊嚴，民主我哋揸唔到嘅暫時，但係我都要揸，我揸唔到我要揸，揸唔到我要揸。為咗要揸你嘅尊嚴，我冇尊嚴。嚇？為咗要揸人民嘅尊嚴，係啦，揸我哋自己係。係啊。